多的志工，今天跟我们上次不太一样，今天有萨克斯风的演奏，还有小提琴，当然肚皮舞还是不能少，当然我们的带动还是有啦，所以先介绍一下我们全体志工出列一下，好，来来来，首先欢迎琴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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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弦乐团，来掌声鼓励。团长，团长的阿娜达在哪里？阿娜达在哪里？那个不重要。哦，很重要哦。这团长跟老公刚退休，所以很有荣幸邀请到两位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今天是第一次，但是初领袖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欢迎，然后再来那个阿 Ben， 来萨克斯风演奏。各位大哥大姐好，希望今天表演你们都会喜欢，谢谢谢谢。这个萨克斯风是从基隆过来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再来我们的肚皮舞者，好，来思怡。阿公阿嬷好。好。我今天带来三首舞曲，两首比较轻快的，也还有一首《永远相爱》抒情风，希望阿公阿妈会喜欢。祝你们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好，再来祝舞团。恢复感呢？嗨，各位长辈，午安。我是宝琦。我来这边很多个次了哈。那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哦，看到大家的笑容，我们也是很开心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有很精彩的歌舞，还有今天有很特别的萨克斯风啊乐器的演奏啊，希望你们享受，然后过一个快乐的下午啊！给爹泡泡啊，谢谢。大家下午好，我叫佩玉。那等一下有一些舞蹈，希望大家能看得很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华。好，再来我们欢迎淑英。阿公阿嬷大家好，我头一届来，就是多多指教，谢谢。我要先多看一些。还有没有桌子？小桌子。然后还有位师姐，还有位师姐，师姐师姐师姐，来啊！今天马上接狼来，然后这个志工很热心，潘女士就开车带着我们到处做东西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我们还有位帅哥阿明，阿公阿嬷，等下这个会真真精彩哦，大家帮我声再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哈，佩玉呢，从南投带了这个天使蛋糕，围了山丘的天使蛋糕，要给阿公阿嬷吃。那佩玉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？阿公阿嬷好，今天刚好有机会带这个天使蛋糕给大家吃哈，它是维乐山丘做的，那维乐山丘都是做凤梨酥比较多，那这个东西呢只有在南投的门市才有卖，门市的三合院才有卖，台北是买不到，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带给大家吃，那里面的东西都是非常天然的，那它有很天然的凤梨哈，凤梨心，然后用蛋白做的，所以用蛋白做它就没有胆固醇，所以老人家吃得非常好。那它也有做弄一些蜂蜜，你们等一下吃呢，它有一点淡淡的蜂蜜的香味，所以很好吃，没有负担啦，所以你们尽量吃没有关系哈，因为它糖没有很多，都是用蜂蜜做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凤梨心做的啊，那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好添加物，没有泡打粉那些都没有，它是很天然，所以它保存期限就很有限啊，可能等一下没有吃完要找它冰起来，因为它这个没有防腐剂。好，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先打开一些状态哈。第一，佩玉。吴云武，吴云武，我们的乐队哈，吴云武先生，来，感谢您，第一队，来，谢谢，来，王秀琴，潘思颖，一。
雄飞，周明阳，吴思颖，钟思杰，来炫舞领舞团。来，黄秋华，来，维乐生说天使蛋糕，来给他一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再来再来再来，琴声琴声弦乐团，忽略不行，不行拍，我们一起拍。好，新好公司，我们一年200多个场次的公益活动哦。那新好公司提供我们人力物力的资源，让活动能够圆满进行。谢谢大家双手给新好公司掌声鼓励。好，最后一掌声给大脚印三星志工队，是小王淑华代表。然后全体志工大家集中一下，来拍个团体照。动一下哈，全部都进啊！
I'm not sur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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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not sure.